谢谢院长，谢谢，感谢感谢。啊，今日放假的天空讲音乐了哈，这政治跟音乐有什么共款的所在，您知影无？政治跟音乐啊，有一个相同的地方，就是都不能离谱了。啊，什么叫做离谱呢？就是民意代表无代表民意，就是离谱了，对不对啊？ 因民意代表哦，立法委员就是民意代表，啊，民意代表的定义就是讲代表民意嘛，对。啊，但是民意代表跟民意作对啦，哦，啊，所以像国民党真侪立法委员过去，你看看早期我咯反而爱讲一定爱用核能啊对立哦，啊像这个。 监督服贸条例，啊，因就是讲拢甲人民对半，啊，对半，毋过也阁是立委的，啊，这啊是立委，毋过就是无代表民意啊，啊，所以人民只好做出来啦，安尼啦，啊，无人民足无用的啦，又薪水阁低啦，啊，趁食啦，啊，所以这少年的行出来，啊，毋才有太阳花，哦，啊，所以太阳花的事件，就是民意代表无代表民意啦，啊，无代表民意，所以。 因代表人民啊去抗议安尼啦，啊，即摆因讲啊，即太阳花即少年啊不懂事啦，哦，即就是甲人民作对啦，哦，毋是讲哦林益芳做真久，哦老啊都毋好，也不是这样啦，哦老也是真好啦，真好啊，食一百个更较好，但不应该做民意代表啊，对毋对啊？因没有代表民意哦，啊，就落去，还有少年啊，哦，就是希望，哦，就是希望。 啊，所以呢，林昌佐是算代表未来啦，代表未来哈、哦，有一个希望嘛，哦，啊，少年啊，若无希望，一个政党若无年轻人支持，这个政党就是无未来嘛，哦，又老的一直死去啊，一直老啊，像我把伊老，我拄我出来时阵，甲伊比年纪咧，哦，你说是龙山寺抗争，抗争是甲伊共年纪咧，啊，慢慢也会老啦，啊，一代传一代。 哦，而且就是咱台湾生生不息的力量，对不对？安尼台湾才有未来，是啊，不是啊？啊，若一个国家少年啊无希望，啊，一个国家少年啊无团结，啊，少年啊无向心力，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就是无未来嘛，哦，无未来啊！哦，啊，虽然这边的选举是要决定咱的未来，哦，咱过去是从。 困难吼，伫立法院有多数啦。我讲国民党永远多数嘛吼，咱过去是拢无法度，啊，即边拄拄好可能哦，民进党啊，搁进步力量有可能多数，所以即个机会咱来把千万毋通放，安尼好毋好啊？啊，过去咪无多数，啊，所以法案实在伊得补啦吼，啊，真侪爱套上来。 用东山啊，咱也无在条人土，没有力量去土嘛，加讲加迄啰条例法案法律拢未通过啊。但即满有法有可能安尼啦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最近演讲定来讲，因为东山东山东山，大家拢毋知影是东山安怎啦，我迄工徛伫迄东山北路，我比互大家看啦。你东山北路三段四段呀，迄是啥物所在？迄就是燕山饭店。 燕山饭店什么所在？都、就是日本的新社啦。日本时代就是新社，啊新社即马那变饭店啊。哦，啊咱搁行到来行到国宾大饭店，国宾大饭店计是什么所在？都、就是新社嘛。啊新社那变树林的财产呢。哦，啊咱国宾甲我给星光三叶伊德百货，迄什么所在？那个地方就是台大医学院的男生宿舍啦。 啊！日本人建白，你不能建白，人倒转去，无人住啊！啊，到尾啊，从中诶，啊变引导伊啦，变国民党诶，变国民党诶大官诶，这个都是这样啊！啊，伊就行行啊，总统府对面，即马张荣华基金会甲向背，甲国民党中央党部背，啊，国民党中央党部甲向提，毋知影，计计是海军司令部啦，海军诶副官务，你看，这些都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啦。 日本人一个人，让他全部登记，老赖存款袂使炸。
动产袂使搭，哦，股票袂使砸，拢向天去，拢国民党的大官啦，国民党的特权啦，哦，啊，过去拢用草索去围，啊，草索围起来就是因家的啦。我爱遐草索，迄阵啊无够咧，那有够，阮家嘛叫围起，恁家嘛叫围起，哦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这就爱讨论啊，这拢台湾人的财产，对不对啊？根据日本人哦，何世雄、后生神的统计啦，迄、那个价值啊，那个价值啊，日本人留着财产价值1兆3000亿。70年前哦，70年前1兆3000亿了，你看到现在多少钱呢？那些钱应该要财产要台湾人共同来享受，来改善咱的经济，安尼唔道理对唔对啊？所以袂当。所以就要有新的人去，无这个包袱走下去哦。哎，林昌所伊是素人呐、啊，伊也是素人。按过素人两种哦，素人伊有讲的啦。我2008伊就做我青年部的主任呢。哦，爱三零乐团国际有名声，坚持台湾，替台湾争取尊严嘛，有替台湾做代志嘛。啊，咱咧中山区还搁一个素人国民党呢。他们讲啊，你有啥物资格要来选立委啊？伊想想讲，阮也做上介少啦。在问你讲，你是对台湾做个啥物代志？你有什么资格做立委啊？阮也讲上结果诶。啊，你都要做立委，你替台湾做个啥物代志？阮老爸张孝炎哦，蒋孝炎。哦，啊，即摆紧紧我昨昏去拜那讲甲保庇，不对啦。哇呢！因阿做个因阿公，因阿公去做，就因老爸阿怎会去做？啊，咱没有做几代，咱真正台湾人才，你看这种素人啊，这种素人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咱这袂当算，袂当算啊！咱要算啥？啊，未来台湾有啥物前途呢？所以今日来就是拜托大家。啊，当然伊跟我无共党，我是民进党，但这边咱民进党就是讲，咱要伫个首都。来开创一个新的文化，什么新的文化？无共党，但为着台湾会当合作，安尼咱走未来，对不对啊？我有当安尼，甲这无共党的做算，有人拢甲偷救啥？诶，这个较早不甲你骂呢，这个较早不甲你骂了呢。不是我，不是，但我讲袂要紧，为着台湾，为着要国民党破半数。过去咱来放袂去小代志，骂我是小代志。我们没有放弃过去，我们就不能够拥抱未来嘛。台湾就需要拥抱未来，追求未来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弗雷迪讲诶，影响未来吼，影响未来，我看也车拢写未来，这有未来性哦。啊，所以这边民进党台北市敢若提名两年，啊，剩咧就支持时代力量。哦，社民党啊，支持不动的哦，啊，这就是要伫首都，从首都开始创造一个新的文化。咱今年年底选出柯文哲，就是创造一个文化。民进党无提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让柯文哲当当选，安尼国民党就栽落去啊啦，就栽落去啊。啊，这边要搁安尼，从首都开始创造一个，只要你为台湾。袂要紧，无共党会当合作，为着保护台湾，为着顾台湾，我们还是可以合作。安尼台湾唔当我都抵抗外来啊，会欺负，有影在通过抵抗外来压力，安尼咱台湾走未来，咱安尼搭来搭去，搭来搭去，18栋，即马18栋，啊分做18派，安尼台湾阿摆中闽中国来啦，咱家己就先倒啦，对唔对？所以咱这边这个是正确的。啊，这是一个实验，哦，就是讲要伫首都改变台湾的文化，什么文化？恶斗的文化，要改掉，要开创一个当合作的文化，共同联合所有本土力量来保台湾，来靠台湾的文化，大家有赞成啊？无赞成啊？啊，恁支持林昌佐，就是这个实验成功，就是鼓励这个文化继续来扩大，安尼对唔对啊？啊，所以，而且虽然我少是讲，大家拢在选举啦，啊，我因为行，到到连咪赛车，
啊，念咪行路，念咪用跑步的，啊，拄啊起啊个奔头地啊，我唱歌，啊，即摆来遮演讲哦，收声，啊，拄啊中我们感冒起，袂要紧，明仔载过一天，啊，后日咱大赢，啊，再来治疗感冒啊，你吼，这就是拢袂要紧，拢袂要紧，我们老，我唔是咧讲林立煌来讲我啦，老啊就是要残余价值，爱为社会奋斗，为台湾立身。哦，那对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所以今天拜托大家哦，拜托大家支持林昌祖，啊，你第几号嘛？六号。我来讲来讲唔起啊，讲来讲去。六号。六号。啊，做伙甲咱谢院长来话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林昌祖。好帅。林昌祖。好帅。林昌祖。好帅。谢谢。首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咱的社议长，感谢，谢谢。